说啊，搞到这个时候没给他什么收获，那是搞了个灯挂过，所以呢我就伸手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现在农村还是很水啊，好几宝贝啊都在外地接收啊。这里啊，这里很大的水深，我就到我那个伯母那边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好的宝贝，那是眼睛大家伸手伸手啊，交流交流，联系联系。这是我的农村博物馆啊，所以呢要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，多多支持。现在给大家宣传一下啊，是捡到什么宝贝，买的什么，收到什么东西啊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收到了一个坛子啊，一个民国时期的花叶坛。那主要是这个坛子是可以，盖子呢，这是黑面配的。现在多少口味是可以，但是不是原汁原味的，原汁原味的话，这个也能卖个1000多，1400啊，好的品相，好的1400，但是这个呢，600块钱买了的，所以还可以啊，手段是可以啊。那这些又是一个圆，多的盖我800、1000都可以送。但是多少这个盖子是配的呢，600块钱。民国时期因为老板他硬要这个价才卖，现在你如果还便宜也是收不到。说了一些啊，还说了两个碗，这也是两个民国后面，民国我们最早期的几个碗啊。这是我们最时期的一个碗，但是这个呢不是也现在也很熟了，就是年纪不是久嘛，不是太久了，都几十年，你现在没有这种花纹，没有这种纹饰。这个碗呢是50块钱一个来的啊，50块钱一个，三个碗150块钱，你还是舍得收藏啊。我买了一副那个银饰的那个皮带，银饰的那个皮带，那是含银量啊，我所看来含银量是应该肯定是不高的。这个啊，银饰的皮带，我说这个也是年代了个几十年都是也可以啊，不是哈，应该不是太高，东西呢可以。这个卖的贵啊，这个1800块钱来的，因为他怎么说来着，我的品相好啊，他是做的好像很朴素的一种，很简单的，看起来又很舒服，不是那些花花透露的啊，原来他又那个的，看起来又很简单，所以那个质量也很好啊。他做的因为他品相好了，所以1000多块钱呢，所以还是我买的开心啊。如果有人喜欢的话，用我稍微赞一点点，哎呦，我可以点亮给大家啊。还有啊，那个收了几个那个，租了好几户人家，所以呢，搞了差不多一天呢，收了几个那个横票啊，那个以前也是代表那个那个能把嘛，门前能把，那个是民国时期的，代表能签能把，几百万的呀，那个用那个纸呢，所以呢又。故事呢，就因为那个疼啊，有限量嘛，有，故事那个挂着电没那么快，所以就有些用那个纸啊，那个纸是很粗糙的啊，很粗糙的纸，那也是不硬的啊，硬的那个硬草，那个多值钱，1000文呢。但是这个呢，我的品相也还可以，这个价格也还贵的啊，这个有个也可以，正怎么说呢，翻个400-500块钱一个可以啊，那时候买了五个呢，2500，2550，我只是给他1800吧，给他1900块钱，但是这个还是有这个坑阶的，有这个坑阶，所以呢这个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啊，这个也是这么品相好的，也是会有拿对的，会有衡水或者大清宝钞嘛啊，这个字读什么字，手指钱100000文啊，100000文，不是或者一丢一丢的，或者1000文啊，20文啊，5文啊，10文啊，都也是。现在1分、2分、5分的，或者现在1分、2分、5分的就没有了。不是有100元的、50元的、20元的、10元的，等现在基本上差不多。所以呢，这个还是可以研究，有收多价值啊，有研究价值，考历史价值还是有的，所以卖个900块、400-500块钱多是没问题的啊。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，会后感谢大家啊。如果下次收到什么好东西呢，再分享给大家啊。喜欢了，然后敬请关注，感谢大家啊。